给大家练习深蹲的练习啊，同学们，这个动作男士也可以跟着一起做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收紧我们的大腿的内侧的肌肉，然后女性呢针对是盆底肌一个训练，然后对于男士的这个前这个练线，对我们的男士的这个部位也是很好的啊。我们多做深蹲的练习。适合零基础，男女老少都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的。因为刚刚是协调性，可能是针对女性一些，但深蹲这个体系呢，是针对男性的，对男性非常好的，缓解那个的疼痛，那个的上限，知道吧？就是有一些违禁词不能说，大家知道就可以了。把双腿打开，然后双脚是这个外开展膝。分开双腿有一肩半同宽啊，同学们，我们可以试着尝试啊，跟我一起来练习啊。稍等一下啊，男士的，对，谢谢无言的啤酒啊，感谢。不行，骨头太硬啊，越硬越要练拉伸啊，同学们。如果骨头硬的话，建议多吃一点牛肉啊，还有那个筋之类的，牛筋之类的啊，可以会软化我们的那个骨膜，是吧，医生？对吧？牛奶少喝一点，牛奶越喝骨头越酥越脆，知道不？但是我今天来这个动作是深蹲练习，但我们直播间男性的比较多，所以跟着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把你们的双脚打开，双脚打开，分开你的肩膀的一肩半同宽，脚跟往前顶，哇，感谢，谢谢。谢谢，我不会念那个英文，谢谢送来的，感谢我们家榜一，然后开始喽，我们感受一下，将我们的后背力直，臀部往里收紧，收紧腹部啊，感受一下我们的前侧的收紧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男士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习啊，是可以练的啊，同学们，感谢家人的支持啊。我们把赞赞再往上点一波，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把关注留上啊，下方有老师的课程，你们可以想瘦身瘦大腿瘦胳膊减脂的啊，我们可以去入一份老师下方蓝色图标的课程。今天开播的时间只有这一个小时，才有这么大的福利啊，同学们赶快去入一下，等一下下播就没有福利了啊，赶快。下一组我们来练习协调性啊，还是协调性，之后我们跟着棍操的练习啊。感谢橘品啊，感谢点赞。Oh boy.
是白小芳，我也喜欢这个音乐，超喜欢。啊，有一点累了，不想播了，不想播了，情绪一点都不高啊。橘片还能点吗？继续往上点，来，我们再走一波好吗？我们把情绪饱满起来，再跳，再跳两个吧，行不行？再跳两个行不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呀妈呀，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等我一下啊。感谢传世的大啤酒啊，杨哥的花花啊，感谢啊，我收到了，看到了啊，看到你们的，看到你们的热情了哈。再来一下啊。搞一个那个，不知道放在哪儿了，试一下。哪里去了呀？你在哪里呀？来公屏上打一波喜欢，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同学们，小峰，来，我们把这个数据做一下啊，把公屏上喜欢两个字，正能量三个字扣在公屏上来。只能轻跳给大家，只能轻跳啊，不能太那个，太那个就被他被就会被那个抬走了啊，同学们，就是意思一下，你们找找感觉，欣赏欣赏就了哈。等一下再跳一个棍操结束啊，最后跳棍操。这首音乐也很好听，这首歌曲，这首音乐很好听，但是要穿高跟鞋，
这个曲子要穿高跟鞋才好才好看。等有机会给大家穿高跟鞋啊。怎么落下的阴人面熟悉的你欲擒故纵的蓝呼吸那些的心跳满足人心的你贪恋谁的双眸 baby管马球精排队的试验品小心的追求命和你抱住灵魂把爱变成惊喜早与我用手来窒息
we start. So we start. But we stop. We both insane.好久没唱歌了，是不是？高歌一曲怎么样？自嗨一下。好久没唱了，试一下吧。Hello， 酷狗。Hello， 酷狗。我手机呢？哎，好奇怪，我电话呢？这么动感的音乐，来站着点起来，唱一首歌，因为好久没唱歌了，借着今天没什么人的时间，都是家里人，献丑了，献丑了。今天都是家里人，是不是？反正我知道，从榜一到榜五都是我自己人，是不是？一二三四五。都是我的家人哦，六传世，哎妈呀，刚看到传世孤独是天，啊，怎么才看到你们呢？后面我就不认识了，前面榜十应该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人，都是我的人，所以不要嫌弃我啊，不要嫌弃我。你们在家待着没事儿的，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做运动，然后可以聊聊天啥的啊！别光看多闷得慌啊！打字出来聊天，我也会陪你们聊天的。就比如说现在口罩的原因嘛，有很多都在家被隔着嘛，就是说可以聊天的。你们不用觉得害羞或者害怕我或者是怎么样，也不用想太多的，真的就跟我聊，啥都可以聊的啊，同学们。得动手，呵呵，动啥手？这么远你动啥手？你唯一能动手就是在屏幕帮我点赞，四天，对不对？我就喜欢镜子看的美女，我就跟你说啊，完了完了完了，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把这下一下，
我竟然把程序给忘了，稍等我一下，下架下架下架，不然的话上架的话聊别的容易被封，容易被抬走。我把那个课程下了一下，我们就可以随便聊了，可以大胆的聊。我们可以随便聊，太凉了啊！我就打喷嚏，就敏感性鼻炎，稍微冷一点，刺激一点，刺激一点就会打喷嚏。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一个圈，右手一个圈。来，我们可以操练起来，也可以聊起来啊，也可以聊起来的啊。办公室站会儿，时间太久了，没有椅子，关键是。我发现唱的站着唱歌还挺有气的。怀着厚望，定会失望。其实这个算法我未忘，情路太狂，叫你起航。然后我要背起这罪状。连坐路也会不安，犹如拥抱了泡了光，明白那一再也的
不会勉强爱你还透光，不想叹气一样黑，不想为我流泪，为我的心累，即使眼色叹气，还要当再美再美更卑微，不想眼色叹气，唯有想死，不想为我留我剩留真心历史，不敢眼色叹气，还要故作下气愉快讲要命的来了，该死的剧评，不可以嘲笑人知道吗？这好梦定会失望，其实这个算法我未忘，情若太狂叫你起航，然后我要背起这罪状，连做留言会不安，又拥抱了旁了光，明日再道别的行程，无谓勉强爱你还透光，不想眼神叹气被你压起，不想为我留你为我，不想眼神叹气唯有生死，不想为我留我剩留真心历史，不敢眼神叹气，还要故作下气愉快讲别离，变得有点闷，你说让你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像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有那种眼神宣告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人，我是你的好像是人体，开一个门来往心里吞，我心爱的男人再也不问他的女人的灵魂，我是你的好消息，我站在风等你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带我去广东混啊，四天走，反正这儿我也不想待了，真的啥时候走你提前告我一声，就
我们这儿经济也不怎么好，我也不想在这儿待了，真的。早一天咱们就走啊，就私奔去。小刀，好久不见 ，S 比你唱得好是吗？因为我没学过唱歌，唱的是新生啊，唱给你们。空气变得有点闷，你说当你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像还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用那种眼神宣告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愿，我是你的好消息人，你开一个门来往心里问，我是你爱的女人再也不问他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的好消息人，我站在风等你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门来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的好消息人，我站在风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多么单纯的声音呐、啊，是不是？感谢点赞啊！哎呦我这给我点赞，我就像看到礼物一样，感谢点赞，谢谢，迷人死了。那谁呀、啊，小李飞刀，好久不见了，飞刀，你这是真是去练去了吗？是去练去了吗？你咋整？你说，那你说咋整？军品呢？现在这都不怎都不地呀、啊，都不怎么地呀、啊。今天唱法太牛了，飞刀，你都已经很久没听我唱歌了。以前我在那个首播的时候吧，没有，就是插个耳机就唱的，你也可以听得下去，我也是服了。但是现在至少有一个那个声卡会稍微好一些，好一点点，但是也是五音不全，因为毕竟不会运用嘛，就没学过专业的就不会运用。成功的唱成姐姐我下了，好的好的，去吧风，就是相对来讲大家更喜欢我跳舞是吗？小李，你是特意过来的吗？飞刀，还是推送过来的？3:41了，也差不多了，是吗？是不是差不多了？下播，再来一首，再一首闽南语是吗？送给你们最后一首。闽南语歌曲，闽南语还是粤语？闽南语吧，啊，是不是？雨水，我问你，
雨雪，我问你，伴奏。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说吧，你要看什么？总是断断续续的。来吧，王哥。我第一次管人叫哥，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叫哥就觉得可那个啥了，你知道吗？可那个啥了。今天这么早，今天休息，所以就给大家播一会儿。来吧，老王，凑你的热气球，真的啥也不说了。这一天太难了，要个热气球啊，整不来，电费都整不来。十场直播能赚25块钱，你说有这样直播的吗？不是，有这样主播吗？我真不愿意管人家要，你知道吗？就是我生活中是一个给予的人，就是我给予任何人，我不求回报的，我是这样。就平时我是比较佛系的一个女人，但在直播间没办法，舔个这老脸就在那要，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这不是我，你知道吗？就是在台上的不是台下的我，你知道？我要个热气球还得这么解释半天，因为真的是不喜欢管别人要。当然了，老王也是愿意给啊，是不是很欣赏我？感谢飞刀支持啊。最近有一点点的小感冒，不过不碍事儿啊，不耽误我，不耽误跳槽。你说吧，看啥？看啥给你跳？但只能轻跳，就是说太严重的容易被抬走，容易被抬走。咱进来了，把灯牌加一波，灯牌加一波。来，王哥，这不是我。来，王同学，快快快。你是大连的主播吗？不是啊，同学，不是。我天天都在关注你啊，真的。那你经常出现一下呀，你看我直播没有人气的时候，你就给我走一个呗，一下就给我顶上来了，好使啊，真好使了，我都老嗨了，知道不？知道不，老王？看我那个没啥人气儿啥的，凉的时候就顶我一下，我就马上就起来了，啊，就超级 happy 了。我找个音乐给你跳个棍操行吗？知道啊，知道就行。给你来一个棍操行吗？可以的啊，送给你啊，只送给你啊，独播，我的眼里只有你。现实不？没办法，谁对我好我对谁好，因为人是相互的，对不对？礼轻情意重啊，无论是礼物是大的小的贵的低的无所谓，这个是心意啊，根据每个人的个人条件啊。你们不要去贷款，不要去刷信用卡，透支信用卡给我刷，不用啊，就是热气球啊跑车啊就可以了，真的不需要太那个。我还是挺宠粉的，是不是？我没有像别的主播哇哇使劲的，是不是？我没有，所以希望就是哎，相互的就 OK 来了哦，来了，我去找音乐啊。是不是挺人性的，特别善良？尼克老师很善良的，就是今生做人要为下辈子修行，知道不？不然没有机会。你只有在今生做人的时候好好为来世修行，为上面下面的老小修行，不然的话没有机会修行的啊。就对别人对大家都好一点，你才有机会。吃亏是什么？吃亏是福，都知道吃亏是福，但是吃亏是什么？只有吃亏的时候可以为自己造福，
知道不？不是吃亏就不好了，吃亏是让你有机会为自己造福。我又啰嗦了啊！来，把音乐走起来啊！就是一聊就容易卡不住啊。我找一下，我音乐放哪儿了？这个是。哎呀，我音乐呢？等会儿啊。等我一下。来，开始咯，把赞赞点起来啊，我们还可以点赞的，往上走一波赞赞啊，帮老师把数据做一做啊，同学们。The world gets lonely, find me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Maybe I'm blind. The world's gone mad, I find me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Maybe I'm blind.
喜欢吗，老王？喜欢喜欢打包，喜欢告诉我，来特意送给你的棍操练习啊，都是里面元素带一点舞姿的啊，来看似简单，其实真的蛮累的啊，献上我最爱的舞蹈送给你。欢迎新同学啊，咱们进来赶快把关注点上，因为老师快下播了啊，快下播了，我们把关注点一点，然后VIP 会员入一入啊，左上角的那个 VIP 咱们走一走啊，入一入 VIP， 感谢小李飞刀支持啊，感谢老王，还有我们家人吗？直播间四天没了哈，都走了哈，基本都 say goodbye 了是吗？那就到这吧，到这吧是吧，没有谁了，榜一走了，榜一谁啊，老王吗？走了吗？走了就走了就行，走了走了，还是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关键我那个直播跳操是太累了，不然的话真的有时间可以一天播两场。嗯嗯嗯，走了走了走了，感谢感谢感谢，无论是大小礼物，这个心意到了就行了啊，收到了挺好的，就当买个门票嘛，对吧？嗯，看表演，你看谁表演，你去谁家吃饭不买单呢？对不对？就当花一个门票了，对吧？不挺好的吗？月亮不走，我不走，我马上就走。我也不想走，但是我在这站了快两个小时了，我的腿还蛮累的。听完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我的最爱，你们喜欢的可以去那个识别一下，用 QQ 音乐识别一下，这首歌是经典英文 老歌，特别好听。噔噔噔，你不下班时间不走？对，那是我的人儿，就是我的人儿，一般都是我在他在，知道不？老王，我特意跳棍操给你，你怎么跑啦？你怎么可以跑了，老王？你到底看没看到我给你跳的棍操啊？跳的舞蹈有没有看到啊？我都要下播了，我特意为你跳的舞，然后你走了，好吗？好吗？两万赞了，感谢橘品啊！哇，太棒了，真的是。你们看我模糊吗？等下次播，我用手机播一下。我这样，我用那个摄像播的话，你们看我模糊吗？四天，橘品，你们看我模糊吗？我要下播了，老王，我不知道你是在忙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刚才给你跳完了，我刚才给你跳，特意为你跳的舞，我断线，那你没看到吗？我为你跳的，你没看到吗？不是吧？我已经很累了，跳了两个小时了，特意为你跳的，然后你断线，你断线。你怎么可以断线？我站不住了，我腿好痛啊，腰痛腿痛。明天晚上10点播，我以后不下午播了，下午流量太差了。没有，你告诉我你现在你好没？你好了我再给你跳一个，你看能断线不？你告诉我，你确定？别，我跳完又断线了，我跳完又断线了，我怎么办？脸离镜头越近越清楚。哒哒哒哒，下。
下次再跳。Kiss Kiss，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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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点累了，我刚才棍操，你问问大家我跳吗？我说我特意送上老王一支舞，你问问他们跳吗？大家，你告诉老王我跳吗？我刚跳完，然后你进来了，跳了四分钟。我下播了，老王，下次给你单独跳啊，给你独舞。太累了，站不住了啊，跳了两个多小时呢。感谢支持与陪伴，谢谢家人们，拜拜，爱你们哟，拜拜。